现场的亲朋好友，是不是用一个热情的掌声给我们玉勋所精心制作的开场影片一个热情的掌声呢？是的，幸福是值得等待的。良辰吉时，花好月圆，世纪婚礼即将开始。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用热情的祝福与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幸福队伍进场，掌声鼓励。首先进场的是我们一对非常可爱的小花童。来，现场的亲朋好友，我们是不是给小花童一个热情的掌声呢？可爱的小花童缓缓地走进我们的幸福红毯，为我们今天这场幸福喜宴带来序幕。好的，小花童做完会场之后，接下来我们一样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幸福领航员，也就是我们的男女冰相。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男女冰相进场，掌声欢迎。我们的男女冰相呢，都是我们的新年的好朋友，整个人选哦，今天带来满满的祝福，给我们今天最棒的才子佳人。在这里，所有的朋友，也用你们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男女冰相进场。是的，我们的男女冰相就是我们的玉勋与希怡的好朋友、好姐妹所担任的，由他们为我们开启这场幸福婚礼的序幕。我们再次给我们这三对男女冰相一个热情的掌声。接下来要进场的是我们男方的主婚人，我相信在场很多亲朋好友都是我们张爸爸、张妈妈的好朋友哦。正所谓虎父无犬子啊，我们今天玉勋能够长得如此那么高大帅气，从他们的基因就会看出端倪。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男方主婚人进场，掌声欢迎。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男方主婚人，在这里也恭喜我们的张妈妈、张妈妈，恭喜你们。是的，这种口哨声尽量多一点了哈，多一点，多一点。尖叫声在哪里啊？大家众所期待我们今天最帅气的新郎官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用100分的掌声、100分的尖叫声来欢迎今天最帅气的新郎官玉勋帅气登场，掌声欢迎。帅气的新郎官有丈母娘陪同之下，缓缓地走入我们的幸福会场，引擎转身。见证幸福的时刻即将来临，一个温馨的画面即将呈现在所有宾客的面前。Ladies and gentlemen，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全场最美丽的新娘子心怡与最疼爱她的爸爸，缓缓地走入我们的幸福会场，掌声欢迎。疼爱她的爸爸牵着美丽的女儿缓缓地走入我们的今天的幸福会场，要将手上的掌上明珠交给他今天最帅气的男主角玉勋。天底下最辛苦的女人
绝对是我们的妈妈。妈妈为整个家庭付出牺牲，甚至在每顿饭之后都是最后一位吃的，总是把最好的、最棒的都给最疼爱她的女儿。现在我们要请心仪给最疼爱的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妈妈，谢谢妈妈的照顾，才能有今天这么可爱的情侣。天底下最重的肩膀，那当然就属于爸爸的肩膀了。爸爸一肩扛起家庭的责任，一肩扛起家庭的经济，为家付出牺牲，任劳任怨。爸爸的辛苦是我们大家众所皆知的。接下来我也要请心仪给最疼爱他的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爸爸的照顾，今天才没有这么幸福美满的婚礼。接下来我要邀请爸爸将心仪的手缓缓的牵起，将他交付给我们今天最帅气的新郎官于勋。现场的亲朋好友，让我们跟这温馨的画面一个热情的掌声。接下来我们请爸爸跟于勋我们交换位置。再次我要邀请今天这对才子佳人，我们用深深的一鞠躬，感谢爸爸妈妈的照顾，将今天最可爱最美丽的女孩子交付给于勋。我们用深深的一鞠躬，感谢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谢谢。来点掌声鼓励。接下来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女方主婚人进场，掌声欢迎。欢迎我们的女方主婚人进到我们的幸福会场，那就再一次恭喜。Ladies and gentlemen， 见证幸福的时刻来临了。让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热诚的祝福来欢迎我们这对才子佳人闪亮登场，掌声欢迎！在今天幸福的时刻，所有的朋友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用你们的掌声来祝福这对才子佳人，用玉爱阁多生贵子，长长久久。再次掌声祝福，亲朋好友们。你们的掌声不要间断，你们的掌声越大声，代表他们的祝福是越深，你们的掌声越长久，他们婚姻之路会长长又久久。